华语人啊，这次得到民进党的提名啊，那过去20年的问政非常非常丰富，他也创下了难得的立法院的记录啊，连续十几次啊，17次啊，都被国会的评鉴机构评为第一名的委员。另外呢，我们也看到所提名的议员啊，都非常的杰出啊，都深耕基层啊，有一些连任的委员，过去的问政表现，大家都非常肯定。新科出来的议员的候选人，也都是经营基层已久，在政治的历练上面，也都相当的足够啊。所以因此，我们今天啊，算是第一次啊，聚在这里。那我要勉励大家，一定要团结一致，共同打拼，要达到市长高票当选、议员过半这样的总目标，好不好？好，黄伟哲当选。